春节假期的第一个晚上，芦洲环保站人气旺。运动啊，能够运动，做环保来运动。因为每天环保站东西都很多啊，没办法整理啊。所以趁着这个过年的小年夜啊，大家有空啊，一起来整理啊。那今天小年夜没有准备过年的东西？有，早上准备，早上准备好了。他从外面开始跳进来，真的那一年，然后呢，哦，怎么那么多？不要讲了，赶快做。然后这几年差很多。大家环保意识抬头，已经不会把那么多的垃圾丢出来，大家的生活也过得减法了。不只是要整理回收物，更是要大扫除，累积了一年的凌乱，重新再做整理，立即也要利他。回收的时候，装袋分类的时候，那先把它整理好的话，明天要用的人他可以就是很方便的拿取他要的袋子这样。不到一小时圆满任务，环保站再度归零，又见一片清净地，欢喜过好年。大安新闻之声美智工萧建志、张顺生台北报道。